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乐歌女，这局我是好人。我的任务有点难，怎么办？有点给他小难，先把简单的做了。嘿，叮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来。我解好的，哎呦，我太冒险了啦，哎呦，又没做完。一号死在后花园门口，然后我从酒吧下去，只遇到九号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是九号。刚最后在电力室我就陷落的时候，看到，五号走过去左边，然后九号往右边走。我刚刚明明才刚看到七号，我在餐厅做扫地机器人的时候，七号就死了。七号这一刀不是五号刀的，因为五号那时候还在客房的样子。可以保八号，因为八号从头到尾都在阅览室沙发后面，然后四号刚刚都在右边客房那边，二号牌是248，我觉得是好人，那这样我就是369了。39刚走一起，好哦，听你的哦。有没有搞错？你确定我是好人吗？我刚刚在那个灌水，那时候我有跟三号在遇到，然后之后呢，我就跑到酒吧去。灌完氧气之后，我就躲在角落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在那边当酒吧的老板。没有人来饮料我就走过去的时候遇到了二号，结果他就拍摄啦。先票酒啊，反正八号一定是好人。好，二号刚刚都在右边。对，八号铁好哦。弃票吗？八号铁好，我先票酒啊，投酒。好的，好的。为什么会平票？我的任务好烦哦，怎么这么难的任务给我呀？偷三跟酒吧，太流行，现在流行小孩子哭是不是？所以八号是小丑哦。Oh my god！ 你想听到人哭也可以呀、啊。投九号，我不想听到四号哭。来，高进过来，干嘛这样讲？高鑫，哭给他看。哎，高鑫啊，宝贝。高鑫，你不是说在杀想杀玩乐歌女？你不是说在杀玩乐歌女？玩乐歌女不要跑。高鑫要杀谁？玩乐歌女。好，玩乐歌女。讨厌。那我们先投八号。先投九啊，不要忘记。然后大家不要忘记投九。投九。888。然后赶快做任务，我们就赢了。哎，这不是跟刚刚一样吗？第一个先来电力，然后接着我又要去监控室啊，不是做一样的事吗？然后任务都做不完是怎样？讨厌！拜托让我完成上传数据好吗？哦。说起来笨蛋啊。警长不是故意的啦，投九号啦，怎么办？你看你们投九号，有
有没有考虑要投我？你看我是不是很挺八号？我懂五号，他要赶快变掉四号，所以让他排十。两号想要票我们，对不对？二号要不要一起跳地洞啊？我已经看到二号了，好不好？我就一直跳，我就跳。我这个时候跳出来，四号要死了，然后我准备跳出来拍尸体，他跳回去跟我说时间还没到。跳回去，因为我时间还没到啊，怎么了？我感觉好像警长在附近，我还是先躲起来好了。完蛋了啦，烦呢、欸，给小丑赢了啦，哦，太无奈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玩乐歌女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拜拜，下次见。有啊，不要脸。对。有啊，不要脸。阿军帮忙好吗？不是不要脸。